三十位球员，那主要在土木科，然后我们学校不是体育班，所以比较特殊一点。学生除了练球以外，还要学一技之长。那对学生来说，课业以及球队都有给他们很大的压力，所以他们在球队上生活会比较辛苦一点。然后大多数的球员都是原住民，然后有些会有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很感谢有一个基金会叫汉光基金会，每年赞助我们球队100万，让这些弱势的小朋友有三餐可以吃，然后让他们的家里可以减少吃三餐的压力。那大家好，我是陈子君，然后我踢的位置是前锋，然后今年我们很多新生，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次青年杯，让新生有经验，还有磨练，然后今年目标锁定是进四强。我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是，就是进高中联赛一年级的时候输给北门，然后无缘进四强。我叫张龙，然后我读华联高中三年级，然后因为去从高一到高二到现在都没比赛，因为被禁赛，然后所以今年的青年杯是联赛，会去好好的拼了，因为都没有比赛，所以就好好的跟大家拼一下。